我一直把你当成是那只美丽的天鹅，而把我……如果我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完美，怎么办？是你怎么办，还是我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班长，你放心，我看好你的，你绝对有潜力可以变成像我心目中那么完美的公主。我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完美，班长。 这世上哪有什么完美的人？不是人人都在追求完美吗？如果你有什么顾虑的话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你的。反正我离老年还早得很呢。等我变得完美吗？你完全不了解我。班长，5年同窗已经足够了。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，明天到车站去送我，哪怕…… 就像宋一位老同学一样，好吗？我真希望这心里干干净净、轰轰烈烈谈一场恋爱，也不枉我这青春一场。唉，还是没结婚、没孩子好呀，没累赘。小山，你不是妈妈的累赘，你是妈妈的命根子。为了你，妈妈什么都可以牺牲。 江二成同学，我不是你小说里的主人公，你根本不了解我。但是这两次见面，你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，还有你曾经对我的帮助，我都会牢记在心。江二成同学，祝你一切如意。班长，我绝不会放弃的。 报告团长。
蒋老臣准时归队，请指示。还以为你提前回来呢。报告，有新任务。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？老实汇报。报告政委，估计是一场攻坚战。打阵地战可不是你的强项，好好制定一个作战计划。是。二团，有。师里这次有大动作，命令各团贴近实战安排训练课。 不断锤炼部队的作战能力，你是咱们团的训练尖，要挑起这个大梁。是，具体的训练科目：超密度编队飞行、夜间双机编队飞行、低气象条件飞行、复杂电磁环境下攻防演练，这些都是高难度课。报告团长，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不过呢，我要先给你泼盆冷水。 知道你走这几天给我闯什么祸了吗？下午2点，师长找你。回去好好想想，不准迟到。是。江二成同志，我听团长说了，他跟你开了一个玩笑。我今天来看你，就是想听你一些建议。这里面的文章是你写的吧？报师长，是。师长，江二成可是我们团的大秀才。 原来是医学院的高材生，已经发表十几篇文章了。哦，学医的，怎么舍得放弃专业参军呢？鲍师长，参军是我从小的梦想。师长，和江二成同年参军的飞行员才飞了600多个小时，他已经飞了3000多个小时。这怎么可能？加上他做梦的飞行时间。哈，江二成同志，我看了你这篇文章，很受启发。师里决定立即启动多机应急战斗转场实施方案。 鲍师长，如果能够按照我的计划实施，过去需要2天准备的转场时间，可以缩短成为半天。另外，飞机通电时间偏长，还有空勤准备时间也偏长，这需要组织骨干力量来展开攻关才行。刘团长，把江二成同志调到师部作战科怎么样？报告师长，要命可以，要江二成不行。鲍师长，我希望能够多累积在天上实战经验。那也好，小江同志。 我另外还有个想法，是，请指示。怎么目前的情况是这样？你这么大中药味儿啊？你，哟，病了？啊？没病，就是不太正常。<笑>不正常？哪儿不正常啊？精神不正常？没空跟你开玩笑。你知道吗？ 大森他妈都急死了，想抱孙子呢，决定要小宝宝了，好事儿啊！哎，那你跟大森商量过吗？他什么意见呀？我说，你一点都不关心我哈！哎，我结婚都几年了，3年了，我这儿一点情况都没有，你不觉得奇怪呀？你做检查了吗？ 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你可别告诉别人啊。检查了，大孙得的少精症。这药，我们医院的男科不错，这样吧，你明天让他去我们医院，我给他找一个好的医生。哎呀，你别这样啊！你别因为这事儿影响你们俩的感情。能不影响吗？ 他那人爱面子，你可千万别说出去。放心放心，你放心。哎呀，你可不知道，我最近都快烦死了，这孩子也怀不上，厂子又要垮了。啊？垮了怎么会垮了呢？这一年多不工业不景气了吗？你知道什么呀？你就知道医院、手术台。 地球爆炸了，你还以为氧气瓶倒了？不过垮了也好，魏厂长也下台了。不是还没垮呢吗？万一垮了呢？谁养活我们？我养啊。你？怎么了？养你个病人去。 哎哎，地瓜给你俩烤好了啊！这咋的？这是，还
不起呀、啊，啊？跟我俩装没听见是不是？再问最后一遍，起不起？不起是吧？我让你不起，我。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你怎么了？他烧不烧？还是有点烧，得过一段时间。不过您别着急，因为他苍耳吃的不是很多，而且洗胃之后也得再过几个小时。再说了，孩子的抵抗力也挺弱的。好，谢谢您啊，谢谢。孩子没事吧？吃苍耳，这玩意儿能毒死人的。没事，昨日昨天上山玩的时候吃的。大江，你说他没事吧？你说他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咋跟可丽交代？医生说了，他俩输两天液啊，就可以回家了啊。没事没事。真的？哎呀，真的。下班了，刘护士。哎，赵大爷。翠儿，哎，翠儿，那俩孩子怎么样了？没事儿，已经出院了，还好发现的早。哎，那我拜托你的事儿呢。叔，哟，大伯，孝敬您呢。哎呦，哎呦，你看我这大侄子真不错啊，还能惦记着他叔，喜欢喝两口啊，不错。不都忙得脱贫致富吗，叔？你看这大江也包了大棚了，别他家那个老二咋了？这到现在还没上户口呢。叔，嗯，你知不知道柯丽当年去卫生院查过怀孕的事儿？有这事儿？你看啊，咱村里的人谁都没见过董环大肚子，你说他家这个老二，他会从天上掉下来吗？我敢断定啊，这孩子他不是董环的，是柯丽的。是柯丽的？就算是他的，哎，这事儿和你有啥关系啊？给您看样东西。你看这，这啥？
一样的血型。谁？你？你和柯丽的孩子？我大鹏啊，你该不会……叔，你看，哎，我就顺嘴那么一说，你小子吓我一跳。我告诉你啊，别想以前的事了，你要老老实实在家给我伺候弟。叔，现在什么年代了？现在都改革开放了，我一定要脱贫致富。等我致富之后，我就到海城去过日子。去海城干啥？海城比家好啊。海城在俺心里有特殊意义，那就是俺的革命圣地。我扯！革命圣地是遵义和西北坡。我说你小子没有文化吧？你还不服气？你不懂。海城对俺来说，那就是遵义，那就是西北坡。你该不会是找柯丽吧？哎，叔，你怎么想的这么狭隘呢？现在不都兴去南边下海吗？那你老婆不要了？叔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事儿。家我是顾不上了，我都交给您了，好吧？我明天一早就走。哎，我是大鹏，顾大白，叔。哎，我大鹏，顾大白，大鹏。谁让你们俩偷吃的？啊？知不知道这回就在阎王殿那儿捡了一条命啊？还嘴不嘴馋了？以后，我问你呢，以后还嘴不嘴馋了？饿了。啊？是不是你带的头？说话是不是你带的头？哎哎哎，你偷看啥？你是不是以为不打你了啊？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打完你哥就打你。说，你以后还带不带头了？带不带头了？哎呦哎呦，咋了？肚子。咋了，儿子？肚子疼。哎呀，哪儿疼？肚子疼。我咋还肚子疼呢？让妈看看。咋了？哪儿疼哪儿疼？告诉你打哥了。我打他，我又没打你，你疼啥呀？疼，俺心疼。你心疼，我告诉你，都你带的头。行了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饶了你们俩，听见没有？下次不许再偷吃了，尤其是你，你带啥头不行啊？学习方面你怎么不带头啊？过来，捶捶肩膀。哎呀，给我捶捶。好，捶捶肩膀。干。你们俩真不让我省心。刚才妈打疼了吗？不疼，一点也不疼。你别怪妈心狠啊，妈真是怕你俩出点啥事儿。你俩要有点啥事儿，妈咋跟柯妈妈和张妈妈交代呀？哎呀，小山，啊，想没想你柯妈妈呀？不想。再说一遍。想。想。哪儿想啊？为啥想？没让俺想的。嘿，我让你想你就想啊。要实事求是，想就是想，不想就是不想，到底想不想？不想。哎，你这个小没良心的，你到底想不想说？想俺俩都想。想。回来了，哎，你爸回来了，快点，快给妈揉。啥想不想的？家里这三个男的天天都伺候你啊。哎呀，那当然了，那说明我有本事。来，你也给我揉揉。儿子，嗯，爸这有好东西。俺不馋嘴了。俺也不馋了，不吃是不？我告诉你俩啊，你要再跟我要，我告诉你，到时候我跟你俩急眼，听见没？哎呀，你拿过来吧，你别逗孩子，别逗了。哎，我这还有奶糖呢啊，来，你拿着，等听话再给他。啥听话不听话？哎，你的亲妹子又寄钱来了啊。这信呢是张杰写的，不理他。说这张杰就是叛徒，啥事都往出勒了，真讨厌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坐好了坐好了，坐好，开会开会开会。哎呀，别闹了别闹，干什么呢？开会。鼓掌啊！说个事儿啊，过两天有一个解放军大官要来咱家，记着啊，千万不许跟他提住院的事儿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尤其是你，你千万不许说，听见没有？大声点。听见了。再大点声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哎，好，
散会，走，做饭。怀孕多久了？预产期还有半个月，她叫张明芳 ，A 型血。开门。病人情况怎么样？现在还可以。可以手术了？可以，开始吧。只有60/40，心悸160。K 医生，血库来电话 ，A B 型血只剩下两单位，两个单位不够用。我是 O 型血，用我的配，你来。病人情况不好，呼吸心跳停止了。冷静啊！你家死人，你能冷静吗？听我说，怎么说话？在手术室抢救死者的时候，经济的权利，你让他休息一下好吗？休息？人都死在他手里了，还休息？他你敢动我？好了怎么办？我们找谁说理去？冷静一点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我们医院有医疗事故调查小组，你们可以要求鉴定。助理，下班了。鉴定结果还没出来，我还不能走。就走？怎么了？他们还想吃人不成？你好，妇产科，我是柯丽。柯丽，通知你们妇产科不在班上的人员，晚上8点准时到会议室开会，必须参加。好的，知道了。你先走吧，我还得开会。那不行，我也不走了，我在这陪着你。放心吧，我又没做错什么。走吧。那行吧，你自己注意点啊。嗯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同志们，开会之前，我向大家通报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。昨天，我们尊敬的林巧稚大姐逝世了，82岁。我今天把大家找来，就是要学习她的感人事迹，要把她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，在我们第一医院生根发芽、开花。结果，裴医生，小刘，你怎么来了？是院长让我来给你送面条的，他说这个时候不方便见你，让你不要担心。江院长还让我告诉你，死者家属已经安排住下了。他也通知市局鉴定委员会的专家来医院了，正在鉴定，你别担心了啊。谢谢你。啊，不客气。你昨晚上怎么没回去啊？我没事。行了吧，我还不知道你啊，天天心事那么重的。行了，别想了，这又不是你失误造成的。再说了，他没有硬按你头上的话，我替你说去。上班去吧。
行吧，那你记得把水果吃了啊，我走了啊。你们杀人犯，你晃了老婆，放下，放下，不要拦我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跟你们没完，你晃了老婆，你冷静一点，就你，你冷静一点。妈，鉴定书出来了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包庇？同志，同志，你妻子死了，我也很难过，但是不能因为同情，就冤枉了抢救过他的医生啊。当然，如果他的确有过失和责任，我们医院绝不姑息，这一点请你放心。根据海城第一医院妇产科收录记录，死者张明芳在家中不慎摔倒，导致大出血，尽管家属立即送往医院，但是7公里的路程已经使死者生前大量失血。来到我们医院后，妇产科医生柯丽马上采取措施进行抢救，经过在场的医生护士证明，柯丽及时抢救，措施得当，步骤严谨，没有丝毫的延续。这是我们的鉴定书，如果不服可以向上级部门进行申诉。柯医生为了救他，不惜把自己的血输给他，一边输血一边抢救，你们也太没良心了吧。要不是柯医生果断决定，你们连孩子都保不住。医生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起来。对不起。其实没能够救活你们的家人，我也很难过。你们放心，我们会好好照顾你们的孩子的。你们的孩子这会儿在保育箱里，你们去看看他吧。谢谢。累坏了吧？没有。您找我，院长。小柯，经过这次波折，我希望你不要失去自信，也不要降低一个医生的责任和热情。不会的，经过这次事情，我反倒更加清醒了。林巧稚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妇女跟儿童，帮助他们减轻痛苦，不让他们失去生命，真的是太了不起了。我希望自己像他那样。我就欣赏你这种韧劲儿，打不垮，拖不烂。对了，院长，我想在妇科领域之内多涉及一些相关的知识，不光只是接生，所以。好啊，你随时可以到我办公室来，我那有世界上最新的医学杂志。谢谢院长。没问题，我全力支持你。院长，请坐。嗯，你坐。小柯，有没有给二成回信？哎，再过几个月，你住院一期满，也该考虑婚事了。总不能让二成等个10年8年吧？害羞什么？我知道你喜欢他。这样，咱们就像部队一样，来个服从命令、听指挥，怎么样？把裤子脱了。妈，干嘛呀？
第四天啊，给我坚持住，听见没有？听到了。去吧，玩去吧，好好照顾他啊。哦。哎呀妈呀！你吓死我了！您咋不吱一声呢？真是。你说你那防疫站验猪呢？好好的给孩子后屁股盖什么章啊你？废话，我不给他盖章，他下河了。东边那条河淹死多少个孩子了？那万一要淹着咋办？你能负责任啊？这，哎，你说我这招咋样？嗯？这种招啊，也就你能想出来。哎，有才。铁哥，嗯，你知道马拉多纳吗？啥？马拉大车？哎呀，真无知！马拉多纳是大球星，啥球星不球星的，跟你有啥关系？我就是未来中国红旗图的马拉多纳。吹牛吧！阿成，阿成，快洗手吃饭去。你说你大老远来了，还让你干活，真是的。没关系的。哎呦，你真是聪明啊！我这刚教的你就会了。环姐，我也是农村的。哎，你们平常农忙完了以后都干些什么呢？在家里？哎呀，我们这能干啥呀？这穷，这老娘们呢，一天到晚的东家长李家短的闲唠嗑。这男人们呢，也就打打牌，抽抽旱烟啥的。哎，就是孩子，盼个过年能吃上个饺子，穿件新衣服啥的。那这么说来，我们南方是快一点，已经脱贫致富了。是啊，哎，二成，你能给我介绍介绍你们那儿脱贫的经验吗？其实就是打开思路。二成，哎，那你那部队在南边，你说你跑这北边来，那部队上有事儿啊？哎，哪有那么问的？我跟你说，人家部队上都有秘密，不能随便乱说。你要乱说了，你让他犯错误，那啥都不懂，是不是二成？你连这点事都不懂，不能瞎问，别问啊！早吃饭去吧。二成，吃饭去。那孩子们呢？啊，孩子们还没放学呢，咱先吃，不等他了啊！好嘞，来来来来来，走走，吃饭去了。来，姐敬你啊！好，欢迎啊！谢谢，欢迎欢迎欢迎！哎哎哎哎。吃菜吃菜，好嘞。哎呀，你看看啊，你看看我看这二成啊，我怎么看怎么带劲啊！你看看这长相啊，个头还有这文化，你说哪样都跟我妹子这么般配啊？是不错。姐，要不是张杰给我出主意，我还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。张杰说的对，这颗粒就听我的。二成，咱这事儿啊，就算到一站了啊！以后柯丽再有啥事儿，你跟我说，姐给你收拾他啊！哎呀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俺这个妹子呢，有时候这个脾气啊，有点倔，还有点呢拧，爱认死理儿，所以呢，你就得让着他点儿，是不是？就像这个炖菜一样，是不是？你要不是这个急火，这。你很快他就糊了，是不是？你就得呢温火，哎，不能着急，是吧？得耐着性子。你能等吗？姐，不瞒你说，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喜欢上柯丽了，算这五年总共的时间加起来也有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了。哎呀，好啊，这个抗日战争完了还有解放战争，是吧？解放战争过去了，咱们新中国才算成立了，是不是？是是，姐，我这个人就是认死理，认准了就不愿意放手，别说十几年了，就是几十年我也愿意等下去。你看看啊，大江，你看看人家二成，真是，你再看看你。哎，瞎比较啥呀？哎，二成啊，那时候啊是他等俺来的。真行，就算是俺等你，你看你那样，露脸都露的人家军队去了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吃了，是是是，好嘞。你吃呀，你少干啥？哎，哟，愣子，来吃点吧。哎，书记让你去一下。找我啥事儿啊？说是您包大棚的时候。啊？
哎呦，大鹏的事我得去啊。哎呦，二婶，那姐就不陪你了啊，让你姐夫陪你。你快点陪着吃啊！好好好好，我走了。哎，大强，陪吃好喝好啊。哎呦，愣子。二婶啊，现在啊政策好了，把你姐乐坏了。俺家呢包了十几亩大棚种蔬菜，又搞了个农家乐和生态园。来，二成，来喝喝。来，姐夫，我敬你。我会游泳，哥，你放心吧。小心点儿。慢点儿。出啥事儿了？小山让何瑞给淹了。这个败家玩意儿！就在那儿呢，就在那儿呢。在哪儿？就在那球旁边。哎，二成，你行吗？嘿。二成，你小心点啊！小金叔叔，快点儿，快点儿啊，小金叔叔！要跟你算账。那球呢？啊！上你俩上炕坐的，不告诉你站着吗？说你不听你，等你妈回来让你妈教育你。咋回事啊？你们俩？啊？你得好好教育教育他俩了，弄了个破皮球，差点把命都丢了。是不是都下水了？是。给我把裤子脱下。你不下水，你让你弟弟下啊？你不下水，你让你弟弟下水啊？啊！你我怎么让你照顾你弟弟的？啊！妈，我没照顾好弟弟，你打我吧！还你还跟我挺英雄的你，我让你嘴硬，我让你英雄，我让你英雄。妈，你别打哥了，是我要下水的，不赖哥。行了行了，打两下行了，这多亏了人二成兄弟。起来，把裤子踢。行了，提起来吧。是的，你们俩怎么那么不听话呀？哎，二成呢？嗯。哎呀，二成，二成，你没事吧？吓着你了？哎呀，可吓死我了！你没事吧？啊？孩子们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多亏了你了。二成兄弟，俺要给部队写信，让他们给你记功。咱们都是自家兄弟的，就不要那么客气了。另外，我想这件事儿就保密好了，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我也不想让柯丽知道。为啥呀？不为啥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好，好，你还愣着干啥呀？给他煮点姜汤水去呀！快去，快去，来上课上课，暖和暖和啊！
快，你陪着叔叔玩，我去给弄下不忙了，弄饭去啊！不忙了，姐，以后不能这样了啊！嗯，啊，嗯，你也是啊。又吃面？嗯，面有什么营养？食堂供应的，别给我抹黑，食堂供应的多了。你得用手术，我怕晚了。哎，小柯，嗯，有个问题，也许我不该问，但是我心里憋不住，我想问问你，不嫌二成在外地吧？结婚以后，要两地分居。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。哦，你有没有想过？你现在的一切是怎么得来的？谢谢院长对我的培养。你误会了，你知不知道你是怎么来咱们医院的？当初是二成帮我拿的表格，我有事儿给耽搁了。你曾经问过我一次，二成为什么去了部队？对。但您没说。我答应二成替他保密，可是今天我不想替他再瞒着了。本来二成拿到了中山医院的意向书，后来给了一位同学，这位同学后来顺利地参加了工作，而他自己半年多都没有着落，最后才去了部队当了兵。你看，哎呀，中山医院啊，恭喜你！这是你的。您是说，柯丽，本来二成应该是中山医院的医生，后来变成了你。